奥活动的心情。好的，今天很开心，这个出席迪奥的这个开幕的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整个内部的装潢是很棒的艺术家一起去完成的这个内部的装潢，然后听说有两层楼，所以我很期待进去参观那些艺术工艺品。那今天的穿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今天的穿搭呢，我穿的是上衣是全手工彩工刺全手工彩色的图腾刺绣，全手工。然后我觉得你们如果认真仔细的去 zoom in 那些照片，然后看我这个上面的刺绣，它是非常的细致的。然后还有搭配了这个秋冬的这个西装，毛呢的格子西装。然后其实也反映出这一季2018秋冬季的这个街头，然后很随性有个性的一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加上了这个帽子，就让我就是更有个性，然后也展现出女性不同的美丽。我觉得还蛮开心可以穿上这套衣服，因为真的还蛮像我的。感谢。哦，还有一个包包啦，对，马鞍包，经典。谢谢。谢谢。里面请哦，我们前面店门。